漂亮。该谈的都谈了，还是什么？哎，我没听。是的啦，你们讲够了没有？不可以讲吗？你怎么说也是公众人物，注意你形象。漂亮了，听说啊，他和某某富豪睡过，才会有那么多广告的，一定是靠关系的啦。你们讲够了没有啊？八婆，不可以讲咩？我们是观众哎，怎么样？不可以讲、啊。这么怕人讲啊？阿姐了不起呀、啊！一点都不漂亮了，别说啊，我说我们老鼠强啊！八婆，再讲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啊！骂我们八婆，告你诽谤了不起呀、啊！你们不可以讲咩？我们是观众哎，你们怎么样？不可以讲、啊，这么怕人讲啊？你说啊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才会。